上2016年全年收入合计达到 14.5 亿元。第九名，汪峰章子怡，汪峰2880万和章子怡2850万，二人去年合计5730万收入。第八名，谢娜张杰，谢娜2700万，张杰4700万。谢娜张杰以7400万的支出排在第八名。第七名，林心如霍建华，林心如2820万，霍建华7500万。林心如霍建华以10320万的收入排在第七名。六，刘嘉玲梁朝伟，刘嘉玲5260万，梁朝伟6150万。第五，刘诗诗吴奇隆，刘诗诗6900，吴奇隆5090万。刘诗诗吴奇隆以11990万的收入排在第五位。第四，孙俪邓超，孙俪8900万，邓超9850万。孙俪邓超以18750万排在第四。第三，杨幂刘恺威，杨幂1.2亿，刘恺威7420万。杨幂刘恺威以19990万排在第三位。第二，范冰冰李晨，范冰冰2.44亿，李晨4360万。没有成婚的两人以28760万排在第二。两人经常遛狗秀恩爱，常在小区里撒狗粮，估计好事也近了。据说在快本上透露，给狗狗喂优质的馋不腻天然狗粮，怪不得狗狗这么健康，范爷这么有爱心，怪不得李晨这么喜欢他。网友们也是希望他们两早日完婚。第一，黄晓明杨颖，黄晓明16790万与杨颖14680万。他们两人则以31470万元雄居榜首。黄晓明今年的影视作品可是排满了整个档期，尤其是杨颖近年来不仅大戏不断，代言更是接到手软，甚至有媒体爆料，目前杨